暂时啊，暂时啊，暂时啊，那太长了啦。哦。因观众要求，蛮多人想要看奶奶再度运动的。今天我要来录奶奶运动，还没跟她讲，怕她兴奋太久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要来跟她说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宝贝回来了。我们今天要来录运动的第二集。这样子啊，好。对啊，你等一下准备一下。现在录还是吃过饭再录？先录吧，吃完饭运动不好啊。好，来来来来来。因为大家喜欢看你的影片嘛，然后你就说你要还没，等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木格鲁的奶奶。因为哈，我一向对这个吃东西很有观念，成品啊、罐头的东西我都不吃，而且蔬菜还有蛋白质，尤其是早上这一餐饭哦，一定要吃的很够营养。我是6:30、7:00都一定是吃早饭的。我早上10:00就睡觉，4:00起来开始就做运动。这个地方是脾脏，这个是肝脏，这个是心脏肺。那我要做这个脚哦，要回弯哦，不能打直哦，打直的话哦，气上不来。要这样子，自己完全不要用力，用腰的那个力气给它弹起来。你这样子拍500下以后哦，你那个内脏都有动到，脾脏啊、肝脏啊、肺啊都有动到，有动到它就不容易产生问题。奶奶，你是说这样摇摇摇摇摇摇摇500下，一边一下这样子？哎哎，这个肩膀和脖子酸痛的话，是属于50肩，所以这样子摔手要这样子，左摔50，右摔50，两个手都这样子摔。摔完了以后，我现在要做那个七跷八打，这个是几十年前我从中央日报剪下来的七跷八打，把我们的里面的5腑6脏、气管的神经啊，都通通有打通。我有。你照给人家看。好，奶奶刚刚先教了我们两个动作，看得出奶奶很兴奋吧？奶奶就是她的那个运动就很想带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做这样子。但她其实有偷偷在吃冰棒和冰淇淋，她都没有讲。嗯，这个是我从中央日报剪下来的。奶奶，你拿反了，送给人家。我印了很多送给人家，这个每天都早上起床，我垃圾拉好，我都会要做这个运动。还有这个哈、哦，也是几十年来这个养生之道，我一样都没有少。我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。可是这个是人家打出来给你？我儿子给我打的。哦，你儿子就是我爸嘛？是是。我听得很清楚。朋友们有需要我们这个资讯就放哈、哦，资讯孟耿如。哎，资讯给孟耿如。我会寄给你们七跷八打还有养生之道、奶奶的百宝秘籍。这个32，这个16 32 好大力哦、还要这样子打。奶奶，你那32就是要打32下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32下。啊，好。奶奶，你今天教大家3个动作，你先谢谢他们，他们都有看你的影片哦。谢谢大家。上次去高雄工作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看到我，然后就说我好喜欢看你奶奶做的运动，然后一直叫我要再拍你。我做的运动啊，都是保健的，我都不会叫人家说吃药，因为我自己很反对吃药。啊，食物控制哦，恰好中央日报有登了一篇文章。那太长了啦。哦，奶奶，那你爱我吗？爱，这是我心肝肉宝贝了。那你亲我一下。从小是。奶奶很有活力，因为太多人跟我讲说就是想看奶奶在做运动了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又因观众要求帮奶奶再录了一集，你们一定要看哦，一定要看哦。你说要按赞、哦、记得按赞哦，谢谢你。你知道按赞是什么吗？这个好的意思、那大家要订阅哦。那、你知道订阅是什么吗？谢谢，就是按了这个手机里面、要分享哦，要分享哦。来跟大家拜拜，拜拜。Kiss bye. 这是要干嘛？
这就是用来炒邻居用的。啊！太高调了，大家会吓到了。喂喂喂。